只有空聲冇吉聲，遺憾空聲當中只有愁慾這是非聲。大家好，我係 Leo， 真係都牛年，梗係睇下生肖運程先啦。有吉聲就開心下，有空聲就唔鬼理。而講起新年，第一樣嘢諗起除咗拜年之外，梗係唔少年花啦。喺多倫多呢度，今年就真係要多謝黨令個全省都 lock down。本來諗住去 nursery 揾下有咩特別嘅新年植物，咁就行唔到啦。雖然都仲可以 online shopping， 之前都見過吉啊、富貴竹啊呢啲比較容易養嘅室內植物，所以仙桃菊花就一定有啦。而新年嘅其中一個主角桃花，喺多倫多啊真係未見過。即是无论想吹旺桃花运，定是只是摆在这里。新年有把桃花放在厅，就好像圣诞节有棵圣诞树摆在这里那么有气息。所以我都找了一阵 nursery 和 greenhouse catalog， 真是找不到有桃花买。究竟是没有人种啊，定是种不到呢？所以就在桃树所需要的生长环境入手了。出乎意料之外，在多伦多其实是种到的。它的 hardiness zone 是5至 9， 而多伦多就是 zone 5。而且亦都發覺喺那亞瓜嗰邊嘅農場亦都有土澤嘅，咁一定係那亞瓜 escarpment 令到氣温更加適合啦。唔知乜嘢係那亞瓜 escarpment， 就記住睇翻左上角嗰條片啦。Anyway， 可以種就可以試下發芽，不過雖然可以種到，但係因為氣温問題，新年期間都係開唔到花嘅，點都要等到春天嚟到三四月先開花，除非好似無花果咁室內種啦，就有機會提早開花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我们没有因为时间关系这样的而有下一波，那我们就等到下年有得出发了。不过在 Ontario 除了桃花，还可以种到跟它差不多样的梅花和樱花，梅花更加会在2月左右开花。如果你好像我那样不太介意，不是很好意头，只是觉得正、靓和抵，那种花棵小小地在花园都不错。而樱花就迟过桃花，要四五月先开。如果不想出去 high park 赏樱，在自己家种花棵就可以了。除了梅花和樱花，还有其他相似的品种都可以在家种到，就例如 purple leaf sand cherry， 它紫色的叶很容易和绿色的植物分开，那就很 stand out 了。还有就是观赏用的李树，开花的时候都真的很贵靓的。最后希望大家新年顺顺利利，可以快点去旅行，可以去 gathering。我是 Leo， 等你 subscribe 和 like 埋，我哋下回再见。